非常好，加少。我那时候农会主委是提供说，就猪吃来之后，人三餐吃饱这件事。就是过境或者入境都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样的问题。他我知道有稍微看了一下，我是没有看到原来的哈，就是我看了一下，他似乎不是这样讲的哈，不是讲的人哈。请问部长，这次我的疫苗率只剩下10万的名额，那北市疫苗量呢也预约满了，就算明天直接开放混打，北市量的不够，恐怕也不够，怎么办？北市的量能应该我想是没有问题了哈，那各个诊所医疗院所都很多，好，所以没有预约到就直接到医疗院所哈去安排去打就可以，而且并不是剩下十万是 BNT， 那莫德纳跟 AZ 哈还有一些量能在。部长想问一下，像来自10 ppb 的残留都真的是安全值吗？我们是0.01 ppm。医院反映说第15人可以直接到医疗院所混打，但医院说就是没有事先预约会造成人力跟行政的混乱。没有什么，就15人预约混打，他可以直接到医疗院所去，但如果没有就是事先的预约的话，医疗院所是会造成人力混乱这样。但如果事先要去的话，需要先问好哈，我想是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这都是就近嘛哈，那自己熟的地方哈，那尽早的去跟电话预约一下或了解一下哈，这是一个多重的管道了哈，多重的管道。嗯，好，我们好，不过那个陈志忠是比喻说，他说饲料，他说来历是饲料的添加物，就好比是人三餐会吃一些保健食品，这样的比喻恰当。因为他是指说猪吃这个哈，那跟人吃这个哈，他做一个类比哈。那我想要问一下主委哈，他自己意思怎么样？那请问一下，第15轮一堆人狂抢 BNT 第二剂，原因大概是什么？大部分是年轻人吗？详细的到底人口的比例怎么样，我不清楚。不过也不算是狂抢了哈，因为我们的开出来的这个预约的人数是比较多的。好，啊，谢谢。说市井说到明年冬季来讲，欧洲可能会再死70万人，因为COVID-19的关系。我们国内的疫情目前还算平稳。当然国内疫情还算是很平稳，我们4月4号一个本土案例，那以后到现在都还维持是零。好，谢谢。直接做，我们不用。